It's Tuesday. 欢迎大家来到图书馆的中文阅读频道。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South Plainfield Public Library Chinese Reading Channel. 大家好，欢迎来到 South Plainfield Public Library 的中文阅读频道。大家好，又到了周二跟 Miss Kitty 在图书馆读古诗的时候了。我们今天介绍的两首诗还是跟风景有关，跟花鸟石、外出的时候自然景色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遗爱寺，白居易，唐。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诗里边逐字逐句的意思，部分词句的意思。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首诗的名字《遗爱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地名，它是在庐山香炉峰下。记得我们之前一起读过，关于那个庐山香炉峰的一首古诗，对吧？这个遗爱寺也是在那个地方。第一句里边弄石，这里弄指的就是玩弄玩耍的意思，玩耍石头。那第三句里边闻，时时闻鸟语，闻这个闻呢指的就是听到鸟叫的声音，对吧？听见。我们一起来看看整首诗的意思吧。我坐在小溪边玩耍着石头，又站起来绕寺而行，去寻找开放的花朵。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鸟叫的声音，到处都听到泉水发出的叮咚声。这首诗呢是一首五言绝句，每一句里边都有五个字。那是当时白居易呢，作者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司马时所作的一首诗。他当时在出外游玩的时候，路过遗爱寺，通过这首诗里面描写的石头、溪水、鲜花，还有小鸟，包括泉水，都是怎么样呢？展现了这个遗爱寺在那个地方清新秀丽、生机勃勃的风景。然后整首诗也表达了作者对什么大自然的无限的热爱。一二句里边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为中心，他在玩石头，然后顺着路再走去找鲜花，对吧？去看花，去欣赏自然的景色。那这里边一二句用了很多有动有静的字，比如说临溪坐，就什么坐在边上，对吧？然后坐呢就是对这个行，坐就是坐下，行就是走路，有动有静的结合。三四句后面两句就是以自然界的声音为主的。那第三句写了什么？听见了鸟叫声。第四句里边说是泉水声，那也是用来听的，对吧？所以整首诗展现了怎么样呢？作者很喜欢这周围的自然景色，生机盎然，然后怎么样呢？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之情。这是第一首《遗爱寺》，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诗，也是跟风景有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江畔独步寻花，其六，杜甫，唐。黄寺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还是一起来看看里边部分词句的意思。题目呢就是江畔独步寻花。江畔怎么样呢？就在江的边上。独步这里主要强调的就是他一个人，对吧？寻花又是怎么去观赏鲜花。来看一下第一句里边黄四娘，这里指的就是一个人物。他是作者杜甫的邻居，这个娘呢在唐代的时候是对妇女的一个美称。第二那个
句尾西，花满西，这个西指的是小路的意思。然后在底下第二句、第三句，第三句里边有一个流连戏蝶时时舞，流连，这个流连呢，这里就是通流连往返的流连，那就是指说怎么样呢，美景太吸引人了，作者都不愿意离开了，流连往返。然后第四句里边，自在娇莺恰恰啼，自在这里指的是自由自在，你看就是小鸟儿也什么很自在，对不对？然后恰恰啼，恰恰这里主要就是形容这个小鸟，这个小鸟叫黄莺，是一种莺，小黄莺啼叫的声音是很美。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整首诗的意思吧。王四娘家的小路上开满了很多鲜花，千朵万朵压的枝条都低低的垂下了身子，淅淅流连的彩蝶不停地飞舞，自在娇媚的黄莺也在欢快地歌唱。这是整首诗的意思。那读这首诗的时候，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可以感受到了作者怎么样一种在自然景色外面的一种愉快的心情，对吧？然后这首诗里边用到了两个叠词，时时恰恰，这样比较极富韵律的字眼怎么样呢，使整首诗充满了动感，那也有一种什么更明快更流利的节奏，那我们读的时候也会感到非常的怎么样呢，亲切。诗人在这样美丽的景色由衷的快乐也体现在这首古诗里了，对吧？好的，小朋友们，天气现在也是我们如果在 New Jersey 的话，那我们也是怎么样呢，出外的时候看到很多漂亮的鲜花景色宜人，如果有兴趣的时候可以跟父母跟家长一起来欣赏这两首古诗。那我们下次见。